分享家居但禮心得，想表現翻木文嗰啲直嘅 text， 打造意想不到嘅新搞作。有時候呢兩個空間咧都可以變咗一個大嘅 open space， 一個大嘅 studio。家居足跡星期三上午10:30翡翠台，掉下雲落去享受豐盛花料理。探讨大众关心嘅民生话题，东张西望，星期一至五晚7:30，比富台。